是一家人，从古至今都是善为本，只要悟得深就会越来越慈悲，从此爱人爱无心亲吻，善心善语善心人，此心不杀为长寿之门。若能放下口中肉，便是人间一福神。请君现在扪心自问，谁肯拿刀割自身，想想血肉一样真，怎能忍心往下吞？劝君做回善良人，都是血肉有情深，莫把动物向外分，其实本来一家人。杀为长寿之门，若能放下口中肉，便是人间一福神。请君现在扪心自问，谁肯拿刀割自身，想想血是血肉。